SM 练习生超狂福利公开。据传 LIZE 成员 SOHI 在练习生时期评测表现良好，五月拿下出道组主唱第一名。公司请 SOHI 一家人到济州岛旅游一周，让网友粉丝们都羡慕不已，纷纷称赞 SM 不愧是大公司，很多大企业对员工福利都很大方，越是大企业就有信任感。从家人的立场来看，也会觉得我的孩子待在 SM 未来一定会发展很好，而表现好的练习生也会因为家人受到公司的款待而觉得骄傲，想表现得更好。三方的正向循环也能让整体不只是合约关系，而更有家族的认同感。粉丝们也提到，因为 SOHI 是主唱，也是对于团体来说不可或缺的成员， SM 一直都对主唱练习生很重视，会有这么好的福利真的不意外。